江西台南高雄屏东拢受真大的损害。那么特别看到三途公开这个台，哦，所以咱坦白，咱代表华人来鼓励为台湾之光。哦，咱台湾袂使无风台啦，因为无风台就无水，但是风的时阵啊，水有够就好，伤害的咱尽量减少。哦，所以今天你看你出来，啊，特别出来为台湾之光，哦，希望你讲对啊，咱台湾。国泰民安，丰富产品，丰富薪水，在变迁通之下，公开的上台会当尽量减少，大家讲好不好？我甲大家报告，咱作为有路人之士，咱所选出来六千名委员，大家拢真认真，就是要求大清廉，要求倒位来依据，爱平衡意识，平衡意识。来帮忙地方政府避灾啦，所以呢，咱每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比水洪灾方面比较今年加增加150亿，总金额到551亿的金额，要来帮忙各县市政府来应对洪灾。再见。
一年，再一年，上研究。咱大总统伫这个火箭队来用咱五五潜水来用咱五五潜水经常去表演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经过这轮。所有的力量会变成
咱的亲戚结识，一班接一班，一项变上对一项，啊，大家富富一下，贫穷对待人，应用真大个代志吼。你知影咱南区啊，迄个产值已经是全台湾科学公司世界大个吼，经营出世界科学公司。啊，咱三期的这个扩建啊，规模稳定。但是这是一个经验，经验中好，啊，推动这个政策，啊，咱但是的会无分区的，啊，拢来办办办到办成，啊，即摆已经通过了，已经通过了。花卉的市长最近马标枪的 AMB 苏之通总市长，没得在指导中哦，好，没得在指导中，所以一波轮风哦，风变强会安怎变化？台湾还是咱台湾面临三大的挑战，只要咱好，只要咱打拼打拼，咱一定不会困难。台湾好，台湾好，一定一定一定做得起好，大家都相信。好，最后我建议，好，我补一些水，也当在现实中鼓励咱这个。